一般的达哥哎，他应该是着了魔的达哥，很可怕。走，美，你以后还会喜欢达哥吗？讨厌他，我也要拒绝掉，放手。一分，近一点再射，近一点。加油！来，你攻击，你攻击，你攻击。哇哟！哎呦，策略哦，策略哦！有吗？有攻击到吗？他现在挺开怀的。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！哎呦！阿达转身，陈英瑶在转，你要打打哟！哎，好聪明哦！阿达转身，陈英瑶在转，你要打打哟！哎，好聪明哦！哎，我还没转。打打，看一下，小心，转一下。不要转，不要转。你怎么都变得动人了？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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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打打的，看一下打打的，打打狂敲，哎，你用咬的啦，用咬的没有力量，哎，你这样子后打后分一炮，哎，你这样子后打后分一炮，哎，你这样子换牙，来来，高举高举，分打的。失误呢？失误呢？失误呢？然后他是有的晕。失误呢？失误呢？哥乐呢？乐呢？什么乐呢？有没有看到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仔细。乐什么？就左边就攻击啊！失一，失一什么？看那边走啊！失一吗？从那边出来了。什么动物？是一我。他是一什么呢？车吗？阿弟。啊！陈意涵。陈意涵答对。大概你要加油！加油！还有一分，还有一分，你要好快加油，好快！好，看。看得到吗？没有。哥吗？是谁哥吗？把他想想，把他想想掉了，想掉了，不要看他，不要看他，打他，我要看，八百三十八，这个，他妈这是走在那个，失误呢，走，失误呢，失误呢，女演员，女演员，我现在想要跑步，我现在冷静，好好，你看，你去旁边，旁边想一下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。不不不，他是谁？他是哥乐吗？对，有哥，哪个叫？哪个是？哥跟斯？对，哥乐吗？对，下面是俩。哥乐吗？是昆达吗？哥乐吗？各位，不叫。他是哪位？您，侬。你你。恭喜呀！好。哎，老哥，你要恭喜谁？快点！不要说你耍，可以。好。傻大哥，你错了。太困难了，太困难了！快，唐妹，看我的！哥呢？唐妹，看我的！哎，你要去攻击他！你不要管坤达，你只要看陈宇。我知道了，坤达。哎，小心！坤达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桂纶镁，谁啊？桂纶镁。
喜答对，1-1。来来来，陈宇的，看陈宇的，躲一下大美朵，大美你就喜欢躲，你要当场要要吗？哎，哇，他死了，没关系，你就看他就好，哎，你看他就好了。有，我看到唯一，没有这两个字而已。你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先管他，你先管他。他好可怕，他不是一般的达哥哎，他可是着了魔的达哥，很可怕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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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呢？谢徐，我知道了，哎，我知道了，哎，徐伟立，恭喜黑队获胜！厉害，对啊，很美，你以后还会喜欢达哥吗？我讨厌他，我也要拒绝掉，放手。我们这一段是特别为你们加出来的哦，影片题好不好？大家有来大声念广告，广告到了耶！最近这个 Instagram 上面有个新的一个方选 Real 它 R-E-E-L-S 连续播放短片。哎，对，连续短片，跟外国人交往，老外交往，他很会 reels， 连续啊，那它这变成是一个广告的一个作用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也有两样的商品，要让两队来 pick up 一个商品，那你拍了以后，我们上传来比较，比较你的这个当然按赞数，我这个金额我们到时候再告诉你。好，那我们感觉很燥哎，我们有普星。嗯，比如说拍那个影片，嗯，可是何美很会。看你像帽子还是口罩，嗯，都可以。队长，剪刀石头布。好 ，OK。某集，还有这个我们口罩，把口罩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选口罩，光可以在这里吗？就是这里。打在口罩上。对对，呀。哇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浪漫。先拍个亲。很有效果哎，这样看得出他们在亲亲吗？看得出来吧。然后拍再拍没有，我们再拍一个就是慢慢的，好，就是看到时候看他们要用哪一个。好，好，看起来很专业哦。你每次出那么难的题目，你不是在帮老婆拍很多美照吗？不要给我压力了。